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音乐快递。金豆哥哥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哆来咪。哎，金豆哥哥，今天来到现场的六组小歌手啊，都是通过季拍活动月亮姐姐喊你来唱歌来到现场的，那么掌声欢迎今天六组小歌手闪亮登场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啊！站在金豆哥哥身边的是种子队，对，站在我身边的是果实队，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：小小种子，大大梦想。用了全身的力气，真棒！听听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的口号是：小小果实，声音就是耶。尤其是最后耶，那是我听到了一个老男人的声音。现在要考验一下各位的表情，酸甜苦辣，集体表现。哇，这个葡萄很酸啊，很酸酸酸，吃不到葡萄，说葡萄酸辣，辣特别辣，特别辣。吃了啊，辣都是一样的。哦，哎呦，这个苦瓜真苦啊！哎呦，好苦呀！妈妈，我不爱吃这个苦瓜，这苦瓜太苦了。这个大西瓜可真甜呀！我要多吃几口，甜，甜，拿着一半的西瓜。那我们果实队就先唱，我们派出的是六项组合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一下。陈光明，我有个爱和我强姐姐的哥哥叫做陈方伟，我的姐姐叫快来找找我，和姐姐最偏爱我，因为我会逗姐姐开心，哥和姐姐很喜欢跟我一起跳舞，我们三个在一起总是笑得不停。我们是亮相组合，月亮姐姐喊你来唱歌啦，我来了你来吗？听说你们今天来要向我们两个发起一个挑战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什么挑战？跳舞。跳舞，我跟你说，我跳舞没有怕过别人。对。哦，哇，哦，这个呀，有点超纲了，不在我的范围之内。我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的科技。这个超纲了，我最擅长的舞蹈是什么？啊，哒哒哒哒哒，金豆哥哥，种子队的队长，擅长的是广场舞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种子队将要派出的是远道而来的，从新疆到北京参加音乐快递的姐弟俩，让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。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。
呼吸童年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新疆的甜心可人组合，这是我的弟弟阿布杜拉安贾提，虽然只有6岁，但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汽车设计师，家里到处都是他的车队，他还专门学编程就是为了研究汽车。我最喜欢弟弟唱歌了，因为弟弟唱起歌来实在是太可爱了。这是我的姐姐穆斯林曼安贾提，她今年9岁了，她就和妈妈一样长得漂亮极了，尤其是她跳舞的时候，就和童话书里面的小仙女那么美。月亮姐姐喊我们来唱歌，我们来了，你们来了吗？问问他，你告诉我你今年几岁了？6岁了。姐姐今年几岁了？9岁了。你觉得姐姐是一个什么性格的姐姐呀？开朗活泼。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八郎呢？他还恩爱捣乱。对，他怎么捣乱？就是我在弹钢琴的时候，还有录视频，他就在那儿。他这样逗你是吧？哎，他是属于自嗨型的选手。你们是怎么从新疆到北京的？我们是坐火车来的。是坐多久的火车？30个小时。哎，坐火车好玩不好玩？好玩。我是第二次坐火车。第二次坐火车了是吗？那你是第几次来北京呢？第一次。哦，第一次来北京啊。那第一次来北京之后你看到了什么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玩了很多东西，还看到了天安门。站在这个舞台上今天心情怎么样？觉得表现如何？表现还行吧。那问问弟弟，对于今天的表现你给自己打多少分？59分。59分？还没及格。没及格。那么来问一下现场的观众，大家觉得他们今天的表现好不好？你看大家都在鼓励你们，因为你们今天表现是棒棒的。对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到了我们今天第一轮的游戏时间了，把我们其他5组的小选手再次请到我们的舞台上。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音乐游戏呢，叫做选择对错。规则呢是这样的，一会儿呢我和朵莱咪哥哥啊要为小朋友们来出和音乐有关的题目，听完这个题目之后啊，你们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选择，如果对的话站在这边，如果你认为它错的话请站在这一边。所有的题目答完之后，我们要看一看哪队留在场上的人数多，哪队就获胜了。好，我们按大小个排成纵队站 好。请听题。第一题是这样的，竖琴、吉他、三弦、古筝都属于弹拨乐器，对吗？弹拨乐器就是什么？就是
对，翻起我心爱的兔皮吧。三二一，好，有一个人选择了错，恭喜你可以提前到我们这边来休息了，快到我身边吧。都是属于弹拨乐器的。对，我们听我演唱啊。嗯，说一段神话，话说那么一家，这家夫妻俩生了个好娃娃，咱两个从天就光着俩小脚丫。这首歌我唱的对吗？你看刚才我唱的是错的。对，生了个，生了个，我唱的是好娃娃，对吧？他应该是生了个乖娃娃。怪怪，哎，你看，所以其实一字之差。好，请听下一题。李白在春夜洛城闻笛中的诗句，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，在这两句诗当中只提到了一种乐器，对吗？三二一，停。哎，最后一瞬间，你看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在这句古诗当中呢，只出现了一种乐器，那就是笛。笛，对，笛子，对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这题啊有点困难了，你们要仔细听题。刘海砍樵是著名的评剧，对吗？三二一，嘿嘿，你看都认为是评剧，对吗？这道题，这道题这边为什么没有人站呢？这边，哎呀，这边怎么没有人站呢？哎呀，啊，第一次我们出现了全军覆没。刘海砍樵是花鼓戏，双方打成了平局，没有人站到最后。嗯，我们出这个题和这个板块，就是希望大家要多了解啊，这样的话对你们的唱歌都有帮助的。每队派一个代表给他们画一个小笑脸。好，好吧，来这边。长长的睫毛，我们就给六项组合的这个爱跳舞的小朋友，我看看可以吗？好，好，马上就能看见了。好的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种子队呢将要派出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小歌手，叫做傅可欣，让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他。我还在上幼儿园，当时武汉疫情，妈妈在前方打怪兽，月亮姐姐的数字歌陪伴着我。一变成小筷子，我给妈妈夹美食，八变成小扣腰，四当病毒身体好。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。把我们的家撑起来，虽然阿妈
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，这三位是？这一位是演爸爸，这一个是演宝宝，这一位是演妈妈的。可欣，我觉得你特别眼熟，你是不是以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呀？我以前参加了音乐快递的数字歌。哦哦，就那个防疫数字歌是吧？对呀。哦，对对对，他的声音真好，对，特别亮，清亮，对，而且那个防疫数字歌，我想起来了，特别有创意，而且当时你还介绍了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。志愿者，对，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防疫工作，对，而且呢，当时啊，月亮姐姐发起了这个数字防疫歌之后呢，就和妈妈一起来参加到我们这个板块当中。这次抗击疫情过程当中，妈妈已经很多个月没有回家了，她非常非常想念她的妈妈，于是就跟月亮姐姐呢寄来一个空白的画，跟我有一个约定，说等疫情过后，妈妈回家之后，我们会一起来完成这个数字歌。妈妈，我想你。变成一朵花，送给我的好妈妈。谢谢，放一个。为你点赞。今天呢，终于来到了我们音乐快递的舞台上，而且呢，在现场也为大家唱了一首充满了爱的歌曲。你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怎么样？很不错，很不错。但是有人告诉我说，你今天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，紧张吗？有一点点的小紧张，小紧张，不是大紧张，没关系。但我觉得今天很完整，这个作品比上次数字歌呀有进步很大。对，这个作品很难，音准还特别好，现场演唱特别棒。听说他还给大家带来一个礼物，我要把蛋糕给大家吃。哦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果实队要派上的是崔雪凌薇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。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崔雪凌薇，爸爸明天要飞行，天气怎么样？现在这个不同，天气预报，并且头半场也有小雨，后半场就变天冷，那会转着西北风，提刀把鸡，啊，这个淅淅淅小雨，假装做的西北风，这滑这滑，后还滑，一直放到下个星期六啊。说吃风的，起。写字。月亮姐姐喊我去唱歌了，我来了。给我八个轮子，我就可以飞翔。你和我的距离是快乐的吟唱，给我一片开阔，我来画动梦想，你和我的相聚就是激情的碰撞。轮滑高手，我来登场，抛下烦恼，告别忧伤，乘风破浪。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是谁为你创作的。这首歌是因为我喜欢轮滑，妈妈给我作词的。妈妈写的，真好。
哎，为什么那么喜欢轮滑呢？因为我爸爸是一名飞行员，所以我滑的时候就感觉有跟着爸爸飞一样。我要飞得更高，就像歌词当中写的一样，给我八个轮子我就能够自由飞翔。爸爸是飞行员让我太羡慕了。既然这身行头都穿在身上了，那能不能穿着轮滑的这个鞋给我们摆几个造型？造型好的。好，第一个。我随着我们的选手演唱结束之后，进入了我们的第二轮的游戏时间，那就是我们的你来比划我来猜。有请其他五位小歌手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。你来比划我来猜的比赛规则是这样的，一会儿呢我们的大屏幕当中会出现一些和音乐有关的题目，我和朵儿咪哥哥两个人要为小朋友们来比划，你们要分别来猜一下，看看两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哪队猜的数量多，哪队就获胜了。好，我们的果实队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倒计时开始。三个字啊，那个有一种那个蔬菜，然后呢前面是白的后面是绿的，大概这么长。白菜不是一般呛锅的时候会用的它啊？对对对对，这是中间的。然后这个动作是什么？切？不是，甩。对，甩葱。后面一个字。一般要唱什么？唱歌。对，甩葱歌。对对对，哦，四个字。那个元旦叫什么？新年。对，新年。然后我们俩跳的这什么舞？广场。不是，这个是什么？机械舞。不是，来，我们俩对着来，来，走。对。不对，那个就这个叫什么？哎呦，这叫什么？不是，这还叫啥？哎呀，掐。对，四声。掐。哎，两个字连起来。掐。连起来说两遍。新年恰。哎，再来一遍。新年恰恰。对，新年恰恰。牛这样。新年恰恰牛。三个字，我们说什么书？什么什么什么读书？对，第一个字就是读书郎。读。那个后面是什么？宋词三百首。什么宋词三百首？唐诗宋。哎，对对对，加起来。宋唐。读什么？读唐诗。对，唐诗。那是什么？就是月亮。对，月亮。然后在水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叫交通工具，叫啥？对，水里的交通工具。船。对，月亮船。哎。嗯。对呀，好，这是六个字，就是小的动物，特小的，下雨天能往上爬。蜗牛，对，蜗牛有黄鹂。对，那个黄鹂什么？鸟。对，时间到，在有效的时间里，我们果实队答对了五道题。但是我有一个不服，我这明明是恰恰，为什么是广场舞？不是，现在你跳什么都像广场舞。后来我发现不能这个误导了，我觉得这样最好，这个小朋友最了解。种子队做好了准备，倒计时开始。六个字，什么队？长队。不对，这是一个什么？团队。对，我们把这个东西，哎呦，这个东西打了一个。中国什么？中国。这有中。对对对。加上两个字加在一起，团结。妈妈的哥哥或弟弟，你管他叫什么？就团结。哎，团结就什么？就有。这是啥？团结就有。肌肉。团结肌肉。团结就有力。团结就有力。对对对，团结就有力，不对。团结就有力量。对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对，没错。我们现在在哪个城市？北京。对，那个，然后从马路这边到那边，我们要跨一个什么？马路。不是，从上面过街。桥。对，加起来。北京桥。中间还有一个字，是个助词。北京天桥。不是。打什么？北京的桥。对。对。一般我们都会有那五颜六色的那个笔，我们管叫什么笔？彩笔。对，第一个字对了，彩对了。第二个在天上白白的那个什么？彩云。对，彩云。然后一般跑又叫什么？跑步。对，我不是我要，这叫啥？追。对，那彩云追。追什么？彩云追天。追不是那些上面那黄的什么？哎，对，没有亮。没有亮。彩云追月。对，
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。对，父亲叫什么？爸爸。对，爸爸。那个天上飘下来的、那个、飘下来什么？冬天飘下来那个雪花。对，加一起，有个助词中间。爸爸的雪花。对。哎呀，朵儿咪哥哥又打成平局了。哎呀，在有效的时间，两队都是五个。那来为他们画笑脸吧。好。嗯。我也要。我也没画得住。是爱笑的小姑娘。黑黑的大眼睛。好。哎。跟着月亮姐姐一起来跳手势舞吧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即将上场的这位小朋友呢，叫做陈时雨，我们一起来通过短片认识一下他。我们就三天没有到我了，该去这个人跳了，努力不碰撞要听话，带上一朵小红花。嘿，大家好，我叫陈时雨，小名叫兰兰，平时在家妈妈总说我太淘气了。兰兰家月亮姐姐喊我去唱歌的是我妈妈。月亮姐姐喊你来唱歌，我来了，你来吗？我好像有一棵树，一棵糖果树，树枝上糖果多多，缤纷又夺目。我只想坐在树上，什么呀，石雨，小公主真好看，谢谢。小糖果说起话来很温柔，但是有人跟我说你平时特别淘气。就是你平时怎么淘气的？在学校的时候会调点皮啊。现在在学校啊？哦，我们俩是你的同班同学。来，哦，下课了。怎么调皮的？下课了，我们在这看书，你开始调皮吧。就是会拍一下脑袋。哦，你干嘛拍我脑袋？因为我看你就没有把知识装进去。我帮你打开。哎呀，全是知识啊。对，全是知识、啊、对，你看啊，一拍就打开了是吧？那你拍我一下呗。
把我的知识也打开，哇，全给打没了，把我原来的不好的东西全清除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谁？好，我们果实队派出的是江庆熙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。爸爸没有休假，请北风捎来几片雪花，雪花在我手心里融化，爸爸你看到了吗？大家好，我叫江庆熙，来自浙江温州，今年我九岁了。我非常喜欢唱歌，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歌唱家。我喜欢看书，书是知识的海洋，里面装满了智慧和幻想。还喜欢画画，喜欢色彩在手上飞舞的感觉。月亮姐姐喊我来唱歌，我来了，你来吗？这首歌特别感人，为什么选择这首歌？因为故事里的小女孩，她的爸爸是一位守护边疆的军人，一直没有时间回家。我的爸爸和她的爸爸一样，工作都很忙，一直没时间陪我。爸爸是也是军人吗？我爸爸是警察。哦，警察，那也是保护千家万户的安全，对，舍小家为大家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孩子呢心愿呢就是那么一点点，希望爸爸妈妈他们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陪自己。对，但是有的时候爸爸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确实疏忽了，但是我相信他听到这首歌之后呢一定会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陪你。好了，那我们手上已经拿好了今天给所有小歌手的礼物，种子盲盒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礼物呢特别的有意义，一是可以让孩子们在我们音乐快递的舞台上种下音乐的种子，其次呢在生活当中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来培育这个小种子，然后有那种收获果实的喜悦。好，特别有意义。来，每人一个，谢谢，回到原位。来，我给你发这个，对，六项组合啊。好，那么与此同时呢，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获得历程爱歌学一场为你们提供的一份大礼包，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音乐快递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，再见。